那，因为他这里是在比丘在问啊，怎么样我才能断我见、生无我见啊？就是我见断无我见生。那么我依什么样的修道吃定那这里讲以眼啊，刚才我们讲那么多，就要讲这部经主要的一个一个东西啊，以眼正观五常。啊，其实就是眼有笔者生意啊。若色眼视啊，眼面对的是色是境界。 那么有眼对色升起眼视，根尘是根尘是合合升起眼触，啊，六畜生里面的眼触。那么眼触因缘啊，这触就有受想思，就有所谓的苦乐不苦不乐受，然后有种种想，然后有种种思。好，那这里啊，那通常都是讲啊，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。那么彼亦正观无我。 啊，如果再仔细想，就是有受、有想、有思，那之后就有爱啊，六爱生，啊，爱之后就是执取啊，执取不放，所以这个执取有我爱执取啊，有身见，有借境取见啊。那么比喻正观无我啊，那你都能够正观，如实正观啊，观察啊，其实这没有一个恒常不变自主的我，如是乃至。 意处因缘生受言耳鼻舌生啊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啊，那比喻正观无我啊，然后后有根尘世，根尘合而生事，根尘事合而生处，处具受想思，受有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，想有种种想啊，思啊有六思生啊，六想生六思生，眼处所生思，耳处所生思啊，就这一些啊，那么。 不管啊，你在什么样的境界，那么你都能够正观无我，有无常观无我了啊。所以啊，比丘如是知，如是见，次第我见断，就次第断我见啊，就是能够依这个次第啊，就是从刚才我们讲那个就是次第啊。首先你要有一个无我的观念，首先你要有一个无我的观念啊。那这个无我的观念还是带着我见的，但是它是顺于解脱的。 那么，这个我的观念去观察我的本身跟境界引起的我所啊这些，那么我所里面，我们比较深刻的是受，比较深刻的是受。那么由这些受苦乐，那么会连结会产生这个受会升起种种的想，这个想会结合你过去的印象，因为想是一种认识作用，是是了别作用，想是认识作用。 就是你会升起，包括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，它会它只去眼根只是摄取这个相而已，进入进入里面，然后就升起种种的相，啊，然后就是包括会结合过去跟未来，然后那么在由由现在会结合过去跟未来，我们说过去的印象、现在的想象，然后结合变成啊你所执取的影像，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 那你就从这里，因为苦乐，你就会产生，你会不同的，你会不同的，有不同的感受，就有不同的想法，你就会有不同的决定，会处理，你会你会面对这个境界，怎么处理这个境界？那么这这中间整个过程，都夹杂着我见我爱，啊，那你当你一开始你就不从我见我爱下手，或是要从离我见我爱下手的时候。 这个时候你会很清楚的，就是比较会清楚我升起什么样的心所，这样的心所，这样的心所是好，对我是好还是不好啊？那么是明相应的，是智慧慈悲相应的，还是烦恼啊？那么愚痴相应的。那么这个时候你发现到你的心所如果是跟烦恼相应的、无明相应的，这个时候就开始进行所谓的未换顶的这个修行过程。 啊，就未换你就是你开始跟烦恼相应了，心里面起了深层的烦恼，那么这个就是未啊，就是你执着在这个境界上，执着在这个咳咳执着在这个感受上，执着在这个想法上，啊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所谓的未换你啊，就是你要思维它的过患，烦恼在我内心的过患啊，那么我执着这个烦恼的过患，那么你要想办法远离，那么。 这个时候，你不会再追着境界，啊啊，有那个感受升起，又种种的我见我爱不会，因为你有清楚一个我见我爱的这样的概念，你要离我见我爱，你是要解脱的。而你这样的烦恼是会障碍你解脱的。你对于你对于现前五欲的贪爱，啊，或是追求不到五欲升起的升起的嗔恨，这一些，所以你你依然看着五欲的境界，但是你不追求五欲的境界。 而是反过来啊，就是反观自心，追求自心对于这个无欲境界的离贪跟离尘，因为你很清楚明白啊，你这个这个这个，这个、你对于无欲的追求是来自于我爱，我爱是来自于我见。那么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离欲清净，离我爱，那么你才能够断我见，有这个次第断我见。那你现在，比如说这个比丘他要问佛，那我怎么样可以断我见？ 得解脱，好，你要断我见，我就告诉你，你我是怎么来的。所以你要从这里去思维他的过患。那你如果自体爱比较严重的话，你就要观如病、如痈、如刺、如杀，就这样了。啊，那你如果境界爱啊，对于境界有强烈的执取啊，那你基本上你就要想这个未患的过患，这些过患，那么你要有那个解脱的意愿，你要远离啊，有解脱的意愿，那么你才会有。 啊，思维他过万，然后想要远离他的这个决心，啊，这个都是平常你要这样自己训练的，啊，那听起来好像也不困难，但是你要实践起来要一段期间，就是说你常常要这么想，常常这么想，啊，因为我们平常境界非常多，那么每一个境界都不离开我见我爱，都不离开，啊，啊，但是虽然是这样，但是你有这个观念，它就是顺于解脱的，常常这样想，常常这样想。 那这个是《一卷经》里面说的。那他说好，第一个，你听到啊，我们把这个经讲完了再来讲好了啊。那么乃至一触眼色若苦，乃至一触因缘生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，比意正光无我，比丘如是知如是见。啊，你不是问我，我要我要我要怎么去关照？我要知道什么？我要修什么？我才能够解脱断无我，才能够次第断我见。 啊，我见断就是断我见了，无我见生就是生无我见了，啊，基本上是这样啊。好，那佛陀就这样教他，就简单的了。然后这个我们来看，一学经典三个，一个刚开始听闻无我的这个法正法，那么初但有闻发生信解，你你要知道啊，这个无我到底是怎么修的啊？一开始就是你要说直观啊，这个色不是我，受不是我，也可以，但是你也是知道而已。 我们说修行无我，主要从两个方面，一个叫静中修，一个叫动中修。那静中修是加行的，就是你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，你让你那个心力提升啊，那么产生正念啊，以及你你正念不忘，你就是不忘不失这个法，因为你很容易忘失嘛。所以你在你在环境恰当的状态下啊，我们讲多了叫做二十五方便嘛啊，那么。 一般就是你要提升你的心力，就是你的心力非常专注、集中的状态下，那么这个法非常的深刻，那么这个深刻才能够应用到洞中。那么如果你那个法不深刻的话，洞中你是想不到的，因为你会习惯被你的烦恼、我见、我爱所左右。所以你必须在静中的时候思维无我，思维到那个无我很深刻，深刻到洞中的时候你都能够。 你都能够思维，就好像我们观，比如说观落日，啊，眼睛打开的时候看到，眼睛闭的时候也要看得到，要要要这样，啊，就是你眼睛看得到境界哦，你看到落日，等你眼睛闭起来，你那个落日像仍然有，啊，那一样，你在洞中的时候，镜中没有干扰的时候，你可以思维无我，啊，在镜中的时候你可以思维无我，因为你的心所缘就是这个无我，啊，这都讲的是我，可是他真有力量的时候就是。 你在洞中的时候，那个无我的那个影像，就是无我的观念会起来，啊，一样，啊，那并不是说你在静中定也一样，定心专注，专注训练你的心，专注在所缘境里面。这个时候外面也有风啊，你看，这，比如也有风，也有声音、鸟声、虫声，但是它干扰不大，所以它的它的境界不强。但是你就是忽略掉这些境界。 集中心力在你的所缘境上，也许是呼吸，也许是佛像，啊，也许是青黄赤白啊，不管，你就是集中心力在你的所缘境上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你养成习惯，你的心就在所缘境上。虽然外面也有声音，但是你渐渐在所缘境上，所以你即使有声音，你也听不到。或是你不去在意它，不去注意它，不去在意它，渐渐你的心在所缘境上非常明确，啊。 那到后来，到后来，训练你这个做什么？心专注才有力量。到后来，你出了定之后，你的心在哪一个所缘境上？在法无常无我的所缘境上，你看一切的境界缘起无常无我。虽然有很多境界，但是你不会被他拉走。就好像你在打坐，打坐的时候并不是完全没声音啊。就算你在你自己的佛堂，也会有声音啊。 晚上也会有青蛙的叫声，什么叫声？鸟的叫声、飞机的声音都会有，甚至你自己呼吸的声音，甚至其他的声音都会有。啊，电风扇的声音有的。但是如果你专注的话，你的心就会就会在这个所缘境上。那那个是那个是训练啊，深受心法也是这样啊，思念处也是这样啊，就是就是训练而已，训练你的心能够专注，因为专注的心才有力量，它才能够引发无漏会。 散乱的心就好像一只手生病提不起来，重重力而已。好，那你要打破这个很深层的烦恼，你必须啊，那个心要有力量。好，所以它只是训练让你的心有力量而已啊，它并它可以引发神通，可以做什么？但重点是要让你可以引发无漏会。所以这样的训练，比如说你在打坐，心专注极静、不躁动的训练，在你初定之后依然是保持着。 因为他有心有相续性，所以渐渐渐渐渐渐，啊，如果你不不注意了，他又散乱了，啊，所以又要做啊。但是，所以佛陀就不会，纳且常在定，就是说，他不是入定的状态，但是他的心，他的心是不会烦恼所乱的，啊，那重点就在这里。我们所以训练，我们要观呼吸，重点不是观呼吸，重点就是心要有力量。那心这个力量。 当你训练这个心，青黄赤白都一样啊，这些都是方便而已，包括念佛、念咒都一样，它只是方便，让你的心有力量。当你心有力量的时候，你的所缘境一开始是青黄赤白、地水火风，或是不尽观、数息观，但是这一些重都不是重点，这一些重点是要怎么样？无常观、无我观啊，因为无常、无我缘起，这些是诸法的共相。 啊，不管是青黄赤白地水火风啊，声音眼耳鼻舌身，这一那眼耳鼻舌身所对的色声香味触，乃至于意所对的法，这一些全部都是缘起的，都是无常的，都是无我的，都是本部，如果一大声的说法，都是本部生灭的，空的。好，所以他从你能够观这个，你既然能够观呼吸，观到很专注。 那么你把这个转到观什么？观无常物那你看一切境界都无常物一切都是缘起的。这个时候你的心就因为虽然有其他的境界，但干扰不了你。就好像你这些境界干扰不了你，你就只是观呼吸。那现在你出了点洞中，你就看一切境界缘起发生的一切事情，你也知道，但是它干扰不了你。你就是看到无常，你就是看到缘起，就这样观。 真的，那你就是这样修，这样修，渐渐渐渐，你的缘起深，缘起甚深，但是你的观也甚深，你就渐渐能够看到，哎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好事不好的事，看到好人不好的人，啊，看发生好事不好的事，你都能够直接直接就想到缘起，直接就想到无常，那么当你。 常常想起一切法缘起无常的时候，渐渐你就能够跟无我什么趋合。这个修行其实是是这样渐次渐次的。那你如果不知道，你如果不知道，你以为平常你就我见我爱啊？表现在哪里呢？表现在啊，对某一件特特别讨厌，对某些人特别喜欢，对某些事特别特别讨厌，对某些事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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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特别喜欢。 平常这个就是我见我爱的表现，你我见我爱那么强烈啊，听见什么话马上不舒服，听见什么话啊马上很欢喜。然后，然后你平常我见我爱很强烈，那么忽然之间打坐来关我，我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，关关不起来。为什么？啊，就好像你你平常静很静，但是一出来就很动乱啊。我看过，我在一个禅修道场里面也看过。 啊，就平常打坐的话，眼观鼻，鼻观心。一起来的时候，哇，大家因为两句话、三句话都吵得不可开交，谁也不让谁。啊，那一个是，一个好像有有一个是管管管，就是他们两两组的人呐、啊。那这一组有一个头，那一组有一个头，那么都会保护自己的那一组，啊，然后吵得很厉害，啊，然后有一个是负责安单的，有一个是要负责什么的，反正哦。 都是禅修，都是啊，眼观鼻，鼻观心啊，好像一尊佛。可是打坐，一支香、两只香起来，哇，就不是一尊佛了，是一群阿修罗了啊！这个是不行的，这样你是不没有办法，你动中，你的静中没有办法转化到动中来。因为他的目的不是要你打坐的时候能够定，打坐的时候能够定做什么？那这样石头也能成佛啊？他不是常常定在那里？不是的。 是你没有打坐的时候，你把定中所训练的力量延伸，就好像你去读书，读书教你加减乘除，你会背九九九九乘除表啊，你会背。可是你去买东西的时候，你不会算，那有什么用？那你在这里会背经文啊，会知道无常无我，没有境界嘛？当然都无常无我。有境界的时候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你不让我，我不让你，那那没有办法，那这样没办法。 这样你的，因为我们大部分不是在定中，我们大部分不是在讲堂中，我们大部分的时间也不是在佛堂中，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洞中。但是你洞中没有力量，你没有养成那一种思维力、习惯力，你没有办法。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有一个特定的场所，安静的场所，便于你练习的地方，让你养成这一种。 心可以集中，可以关照的力量。那这种关照力量必须运用在日常生活里面，就是说必须运用在平常中。所以一般叫道在道在平常中，是讲这个道理啊。就是你表现，你修行，你修行要在特定的地方。一开始啊，特定要少事少业，然后要在极静处、阿兰若处啊，然后这里，但是表现在怎么样一般的生活。 里面就可以表现出你修定有没有成就，你持戒有没有成就啊？你的你的多闻熏习有没有作用？就是、功德嘛？你持戒有没有功德？你修定有没有功德？你的多闻熏习、闻思修有没有功德？在哪里表现出来？表现在日常生活里面了、啊。你去读学校读书，读了报纸你不会看，数学你不会算啊？那那那那你读书读什么做什么作用的？ 啊，那那都没有意义。好，那修行也是这样，所以平常这些东西，我们就说只要是动中修跟静中修。啊，那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呢、啊，那你你要能够觉察，知道我在我现在在做什么，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？那这件事对我有什么利益？我是基于什么样做这件事？你很多东西你都很清楚，你很清。楚，你看思念处，它不就是告诉你思念处就三种嘛？身念处开始，身受，你看。 受是主要的，苦受、肉受不。然后心，触受、触具受、想思，你看心，然后怎么观法？法就是整个无蕴，观整个整个，包括世间出世间，你就这样看啊。其实他说是无常无我的。好，那观身，你看他怎么训练？先让你你比较执着的是观身不净。其实如果没有那么执着的话，你直接就观身无常，或是观这个训练这个熟悉熟悉。 啊，就是训练这个心能专注。那训练你的心能够专注在所缘上。那这个属出息入息，它你看他属出息就不属入息，为什么？不要乱，就专注在一个所缘上。因为你最后的所缘也只有一个，是缘起或是无我，缘起就是无我或是无常，它就只有一个。那你就专注在这个所缘上。然后等到你能够专注了，你只是把所缘，你看行住坐卧。 他后来行住坐卧，观身；行住坐卧，行你知道他在走路，坐下来你知道他在坐下来。比如说我现在在讲经，你知道我现在在讲经，我知道我在讲经，你们在听经，我都知道啊。那么你还是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你知道的，你清楚你整个身你现在的身心状态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中，你养成这种习惯，然后慢慢慢慢观法的时候，观法无我就是。 一切法无我，你就知道了。因为你只是把那个呼吸换成无我而已，把那个出息入席换成一切法无我啊，一切都在。因为你的心专注在呼出息或入席。或是专注在行住坐卧，行住坐卧。那它不是，它不是专注生灭处，不是专注行住坐卧，而是你先专注行住坐卧，啊，有行住坐卧，因为我们我们的生活不是就在行住坐卧里面而已嘛。 那么，在行路中我里面，你升起什么样的心念？从身观到心，从外观到内。好，那你就观察我心起什么烦恼？那为什么会起这个烦恼？我现在要怎么对治它？就从这里哦，你就看思念处的声音处，它就是这样教，这样教的。那这样教跟我们现在这里这样教，其实也是一样的啊。然后你你去关照它，然后你慢慢把那个心带到哪里？带到，带到观无我。 观无常，那每一件事，不管你是观察者还是参与者，就是两种而已嘛。不管你的是，你是观察者，你是参与者，哈，这跟你有关系。你两个跟谁啊，在论什么或怎么样啊？对你产对你的利益或对你产生影响，或是跟你没关系，你纯粹只是观察，你都可以把这个带进去啊。这一切都是缘起的，无常的，无我的啊。因为无常的，所以你不会执着，一定是怎么样。 因为你知道缘起的，你知道这件事既然发生了，一定发生的事情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的。因缘不和合,合不会生。那么，什么样让它因缘而合？如果你是参与者，如果你是参与者，你是其中的一个因缘，你才让它变成这样子啊。那那我现在如果要延续，如果好我要延续，如果不好我想要远离，那么我必须做什么改变？那？ 两个都同时改变最快，或是说大家一起改变的，比如说我们这个护国寺啊，那每个人都希望他好啊，但也不是，也不是每个人希望他好，因为你要的好跟我要的好不一样啊啊，我希望他往这边发展，我希望往那边发展啊，每个人要的好不一样，所以他就会产生歧义。那我要怎么样啊？所以和和它基本上是一种理想，但也可能达到，但是他必须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份子。 它有共同的因缘，那怎么样运作才会让大家彼此增上啊？那这个就是大家都要有，所以要有同行同愿嘛，啊，就是同样的观念啊。所以六和合,合里面，对一个是见和同解。那我们自己本身，我们自己本身一样，六根里面，六根里面，它第一个见和同解的同行同愿的就是我要解脱，我要以无我得解脱，我要从离我爱到离我见得解脱。 那么你有这个观念，你面对任何一个境界，面对任何一个人事物，那么你渐渐都把这个观念带进去，那么久了久了久了，久了它会产生一种习惯思考，就是你的思考模式跟你的行为模式会趋向解脱，所以叫做向善向上向解脱嘛。啊，其实就讲这个，那你渐渐都是这样想，所以这个一开始不容易，因为什么？ 因为会因为我们的烦恼习惯不是这样子的，所以它叫做逆生死流嘛，它叫做逆生死流，它叫做跟烦恼作战。但是一开始比较比较容易，比较不容易啊啊！因为你还是会站在我的利益上思考。那真正真正你要趋向无我还不那么容易，因为你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？我为什么要这么忍辱？我为什么要对他这样？ 他为什么？他为什么不先跟我道歉？我为什么要先跟他道歉？我为什么要让他？为什么他不要让我？反正就讲这个啦。这个其实都是你不断的在我见我啊，一开始不容易哦，一开始不容易。但是你要能够渐渐思维，思考到习惯了，他愿不愿意让我，我没有意见。但是我不愿意因为这样的事情增长我见我爱啊。他要生死轮回，这是他的选择，我也不阻挡他。 但是我要解脱，这个是我不这个是这个观念这个意愿我不会退转，啊，所以我如果他愿意，我愿意带着他一起走；如果不愿意，那我会走我自己的路。所以你很清楚你要走的路是什么，那你不会再跟世间人我们叫做一般见识、一般计较，啊，就种种的计较，因为你就跟他一样嘛，啊，所以有学佛的跟没学佛的。 那么有正见的跟没正见的，有正观的跟没正观的，啊，其实还是不一样啊。那我们我们现在层次到哪里？我们必须要再往前啊。我们有正见了啊,啊，知道佛法不是不只是啊早早课晚课念个经诵个咒啊，然后平常拜个佛啊，家闲再拜个忏啊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佛法它基本上解脱的关键。 无名行事啊！刚才我们讲了那一大堆啊，但基本上你要知道，它真正、它真正的关键处，就在于你平时怎么想。那你平时怎么想，坚不坚固？就是你用功的时候是怎么用功，加行用功嘛？他是怎么？那你为什么会这么加行用功？你平常都听些什么啊？就文思修来的嘛，修是加行啊。那么文。 是由思跟修，思修是从文来的，那么也可以说文思修都是加写，但是你先有正见，那么你才有什么正思维，然后正与正业正面啊行为嘛行，你的行为模式是由你的思考模式来的啊，就正见正思维啊，你的你的你的这个观念啊，那么引发你习惯性的思考模式，这些思考模式就引发你自引发你的行为模式。 你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你这么想；你这么想，是因为你这么认为，啊。那么，所以它就是这样不断不断的循环，就变成一种结果。那这个结果，不管你是不喜欢，它就是缘起和合的，因为有这样的行为，就会有这样的结果。那么，有这样的思考，就会有这样的行为；有这样的观念，就会这样的思考。所以，现在一个核心，从哪里做？从哪里做开始？ 从我要解脱开始，那么解脱必得要断我见我爱，我见我爱必得不可以，凡事以我为出发点，以我的利益保护自我为出发点，啊，那么你要观观观察到一切的一切的状态，一切的事情，那么知道这一切不过就是因缘变化而已，不管是好还是不好，不过都是因缘变化，如是如是。 啊，我以前常常讲，就是啊、呃，众生是这样子的啊，因为我们最多是在众生上起烦恼，就三种嘛，啊，众生跟境界环境嘛，所以叫做生人、乏人嘛、啊，通常就这两种而已啊。烦恼的主要的部分在众生、友情跟环境，所以它叫生人跟乏人啊。于众生上的烦恼，你能够知道而且能够克制，能够调伏，这个是生人。 法忍就是在环境里面太热啦、太冷啦、啊、太脏啦，反正这一些你也能够克制不起烦恼，如实知啊。那么你你重点就是对治你的烦恼。这个地方太脏，你就把它扫干净就好了。你不扫，然后就抱怨为什么直接把它弄得这么脏的啊？那那就去买里面的东西，你还一面丢啊一样啊啊？那你你你抱怨这个人烦恼那么重啊？那。 所以，因为起了你烦恼，你就念了他几句，然后他烦恼更重，因为你念他也是一种烦恼啊。你念他也这么恼、啊。当你在起烦恼的时候，抱怨他怎么这么烦恼，啊，其实你没看到自己的烦恼。所以，所以就好像你一面吃东西一面丢，谁丢到那么多啊？你也丢一份啊，啊，那么所以，所以这个这个是平常没发现的、哦。但是我们如果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啊，那么你有一个。 要趋向解脱的这种意愿，那么你必须就是要把常常把这个观念缘起的概念拿来看这个世界。那平常因为像我们现在如果只是这样听一听，很快就忘记了，回去又是那种思考模式，看见谁到家里看见谁，怎样怎样怎样，又是又是哪又全部了，那是一种习惯。现在你要转回来，所以要逆生死了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则四灭嘛，一样啊。我为什么这样就开始转转回来？要转回来。 那转回来就是你那个世间想跟出世间想要不一样，平常都是世间想，偶尔打坐的时候、做早晚课的时候才出世间想。那现在不行，现在是偶尔世间想，常常都是出世间想。等到不管你看怎么看这个世间，都是缘起无常的，那个就渐渐相应了。还没有，还没有真正能够证悟哦，还没有真正。但是你渐渐相应的时候，这个时候。 你的思考模式就是那个理路了，那么你在静下来的时候就很容易，就很容易。但是平常这样要练，要练一段期间呢，啊,啊，练到你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他你都能够知道啊，众生是这样的，世间是这样子的，修行是这样子的，哈，那么你怎么样子都是缘起的、啊、无常的、啊、无我的啊,啊，啊、那本来就要经历这一些啊。 那么烦恼的众生，那么本来就会有这一些呀、啊，不然怎么叫五浊世？世间凡夫、于痴无明凡夫，本来就会有这些事。世间本来就会有这一些事，众生有烦恼，有烦恼本来就会有这一些事。修行，我也在烦恼中，众生也在烦恼中，本来就会遇见这一些事。那那有什么？你有什么好？你只要说那，我现在要怎么办？ 我才能够，你也不要去，你也不要说要去去除掉这一些让你烦恼的事，没有烦恼也是无常的，烦恼也是无常的，啊，是你让它变成常的，生死也是无常的，是你让它变成常在生死的，所以你知道这个缘起的关键在哪里？为什么？就我见我爱呀、啊，那你让你开始要。 克制烦恼、调伏烦恼的时候，那么你就开始渐渐处理生死。那么你能知道能够克制烦恼、调伏烦恼，是因为你能够常常觉察。觉察的心就是四面处，训练你觉察的心，啊，其实是这样。好，那这个是啊，我们说啊，那么能够次第断我见、无我见、生。然后他这里讲到啊，那么因为他这里讲到生无我见、无我见生嘛，所以。 你他生性解，那个时候还没误入，但是你在无我这个生性解故，他是顺于解脱的，所以能断我见。他未来，当你这个心常常在这个时候升起观照的时候，他未来能够断我见啊。但是这个时候还没有生无我见，因为你是带着我见在观无我啊啊，所以那个时候还没。那么渐渐。 像你所说到，能够如理正思维，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些了。你在静中，你在静中思维，你能够带到动中，任何一切境界，哪一个境界不是缘起的？你告诉我，哪一个境界不是无常的？你告诉我，哪一个境界不是无我的？你告诉我，都是啊。所以你现在的观念啊，所以好像说你你你的生命不是呼就是吸而已嘛，呼吸之间嘛，那你关呼呼一定。 啊、那生命的进行一定都是呼吸而已啊！任何一个生命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生命，看得见的啦，看不见的不知道啦，啊！看不见的不用呼吸啊，无色界的不用。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啊，从人来讲，动物也要啊，都是要呼吸的，包括鱼都要啊，那都是有呼吸的啊。然后这个其实它这个是因为比较容易啊，就随着我们嘛。因为佛陀教我们关照，都是取比较容易的。 就是随时可以关的，你说落日还要等到落日才能关呢？一天只能关，关的时间也不长哎，啊，你日出也关不了啊，落日它关它一关不长啊。那但是你呼吸随时可以关，关这个身随时可以关，随时可以关啊，就就跟着你啊，啊，那关心心就跟着你啊，也随时可以关啊。其实佛法教我们关都没有那么远啊，啊，不会像后来后、哦、还要关什么关什么，你看那个十六观经那个。 哦，他当然，他从落日开始容易，但是你观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啊，那个那个都是训练你的心，训练你的心能够专注，能够想啊。那比如说慈心观啊，无量啊，它也是训练你的心专注，然后能够能够慈心相应。那现在我们的心，主要阿含经这里解脱的心都要放在无常无我上面。那先有这个观念，然后减少我见我爱啊，然后所以他这里讲。 能如理正思维，啊，于无我理人误入故，啊，见见见人误入，啊，那当你在日常生活中，你都是哦，这是缘起的，这是无我的，那么这个时候你真的误入就是见到了正无我了，生无我见了，这个时候误入真的你见到无我了断生见了，啊，这个时候叫做生无我见，但是虽然这个时段断生见而已，无我无我断了，就是。 我见断了，但是他还有我爱，就是私货那所以他那个我见虽然断，但是他还有习惯性的习惯性的我爱我慢没有断。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啊，不拍就是把它叫私货啊，就是这个贱货能够顿断啊，但是私货还要剑刺还要剑刺，所以生纹基本上是从我爱我所爱开始的。 那么从此以后，因为努力，因为你已经知道方向了，你也知道方法了，啊，那所以你出国之后，他决定会断，啊，那所以修道力之后，啊，正得地现观，啊，那么就把烦恼全部断尽，那么就什么就得无漏，无漏就是没有烦恼，把一切烦恼断尽，就得无漏，啊，漏就是烦恼，啊啊，完全没有烦恼就叫无漏、啊。 那么能够断烦恼的智慧就是无漏慧，啊，好，那么这个是所谓的啊，那怎么样次第断我见无我见身啊？就是次第我见断无我见身，就是我要依什么修学次第可以断我见身无我见啊。好，这个是七十五经，那我们看七十六经啊，这这个经不多了啊，只是我们把它让大家啊知道这个无我的一个。 一个重点，好。那么说，有这么一天，佛在毗舍离，奇婆居摩罗药师安罗远。好，那这个稍微我们要讲一下啊。这个要安摩罗安安摩罗远啊，叫做芒果林。这个芒果林哦，一般来讲，就是叫做芒果园金色。那通常是在王舍城，但是。 这里是在讲毗舍利，而且其他的经也讲毗舍利，也有啊。那么应该是这样啊。那一般来讲是芒果林金色啊，现在也有遗迹，它是在王舍城。不过啊，我们先讲这个啊，毗舍有两个啊，芒果林金色，安摩罗眼，这个叫安罗眼啊，安罗眼。 安罗就是安摩罗了，这杀气？就是安摩罗，安摩罗一般说是芒果了啊，安罗林金色，安罗远，啊，就是芒芒果林金色的、啊。好，那经典里面啊，一个是在王舍城。 一个是在邳舍里，邳舍里是拔旗国的，所以他是拔旗主的。等一下我们再来看，邳舍里跟王舍臣是敌对的国家啊。然那邳舍里是他是拔旗国的，他们跟着隔着很好斜对面啊，这是拔旗国的，他就是拔旗主的了啊，所以叫拔旗国。啊，这个是。 这个是摩羯陀国的，他应该，但一般来讲，一般来讲，芒果林是在王舍城。比如说，有一本经是很有名的《沙门果经》，啊，他就是在王舍城的芒果林说的。但是如果看其他的经，他屁舍林应该也有一个芒果林啊。那这个又牵涉到啊，我们这里来讲，他说。 耆婆居摩罗药师啊，药师其实就是讲这个耆婆，耆婆是医生啊，所以叫药师。耆婆是医生，先来看这个耆婆居摩罗啊，耆婆居摩罗应该是这样啊，那是耆婆家啊，耆婆家。啊 居摩罗婆者啊，啊，他是这么翻的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其实七伯是一个名啊，他是王子养活者啊，他是王子啊，他跟他的传说有关系的啊。他的妈妈安摩女生下他之后啊，就把他遗弃了，然后他是被王子养活的。 啊，但是七婆这个人啊，我们先来看七婆这个人，就是这里有些说是王舍城，但是他这里写是毗舍离，但是后来我仔细去跟他看，毗舍离跟王舍城都有芒果的，啊，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其他的经也有讲毗舍离的。好，那七婆这个人基本上是一般来说啦，他有很多种传说，他的母亲就是安摩罗女，母亲母亲是安摩罗女。 那阿摩罗女，她有一个形象叫做淫女，叫做妓女啊。但是照理讲，她也不是妓女啊。那如果依外道的传说，我们来就是说，阿摩罗她其实是有一点像西施，是绝世倾城的美女。那因为很多人都想娶她啊，所以为了她打仗啊，然后争夺到她之后，然后啊，但是她有很多种传说了。 屁舍离是共和国，屁舍离八七国是共和国，它是没有国王的，所以我们看不到屁舍离的国王没有。但是这个摩羯陀国是有国王的，他是品婆娑罗。好，那品婆娑罗,罗常常跟屁舍离打仗啊，常常跟拔提国打仗。他的母亲是阿摩罗，阿摩罗女啊。 阿摩罗女，啊，就是她的母亲叫做阿摩罗啊，好像是阿摩罗也是就是她的名字啊，有些说是她叫做娑罗婆地了啊。那阿摩罗就是她在芒果树下的样子啊，我好不知道，反正经典里面都说阿摩罗阿摩罗。那么阿摩罗是毗舍离的人，阿摩罗女是毗舍离的人。 她是佩舍里非常有名的美女啊，就是这很多的王族啦、国王都都想要娶她了，都争夺她了。那后来啊，后来就是佩舍里的这个一个国王啊，他并不是国王、啊，他共和国都是推派推派推派很多人，像加比罗国也是共和国啊，就是有很多人共同治理的啦啊，就是好像说每有很多组啊，每一组推派一个人。 来做代表啊，那共和国是这样的，所以辟舍里没有国王啊，这个是有国王的。那摩羯陀国曾经攻到辟舍里，那么娶了也是为了这个阿摩罗女，所以阿摩罗女，他的阿摩罗女就是他的父亲，耆婆的父亲其实是品婆梭罗，所以他跟阿泽是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所以后来。 后来，这个阿泽斯王，阿泽斯王要杀杀这个他的母亲韦迪西的时候，齐伯就出来阻止，啊，就制止说：天底下有杀父亲的，没有杀母亲的。啊，因为他的母亲就装了蜜嘛，要去给他的父亲平伯梭罗嘛，啊，平伯索罗被他饿死了，被这个阿泽斯王关起来饿死。啊，那我们先把这个关系弄清楚了啊。 因为它这里啊，我们如果去看注解或什么，他会说是大部分会说这个安摩罗园在 P 不是在 P 舍里，是在王舍城。那你现在看这个古代的遗迹里面写芒果林金色的，也是在王舍城，也是在王舍城。啊，但是我后来我又仔细跟他看，P 舍里也有一个安罗园啊，就是一个芒果林，那不太一样。那王舍城的啊，后来。 后来这个奇婆，他阿摩罗女还有一个儿子啊，就是奇婆是其中一个儿子而已啊。那奇婆后来是升天，他有另外一个儿子叫做无垢尊者，他证了阿罗汉啊。那这个阿摩罗女，阿摩罗女后来是后来也皈依佛陀，听说也证阿罗汉。那阿摩罗女她辟舍离人，所以她她也有她的一个经，就是她的陵园 他把他的灵眼贡献出来，那个就是辟舍离的安摩罗眼。那另外王舍城这个奇婆，奇婆他把他的地贡献出来给佛陀，那个也是芒果的，那个也是安安罗眼。所以应该有两个啊，应该有两个啊，这、就是我这样看的啊,啊。所以先把这个弄弄清楚，因为啊，有些说是在王舍城，有些是在破辟舍离。 那如果是这样的看的话，辟舍离跟王舍臣都有，都有这个芒果林啊。那说这本经是说佛在辟舍离，那我们就因为假设是有的话，那我们可以看哪里呢？啊，先看一下我看在哪里。啊，我们看一下三百八十七页，三百八十七。啊，其他的经也讲啊，也讲啊，把它看完了再来。 啊，三百八十七有没有二十五斤啊？啊啊有，你看啊，这个道平送的二十五斤，这个也是拔旗，有没有？拔旗国在拔旗国人间游行到毗舍离国啊，就是毗舍离的安罗园中住，他也是写毗舍离啊。所以这样讲的话，这里并不是写错啊。那有些人说他不是在毗舍离，是在是在王舍城。 那王舍城那一间安罗园啊，那么是芒果林那么应该是以安摩罗女、安摩罗女的名称来，安摩罗女的名称来来取这个金色的。那这个王舍城这个安罗园啊，也是以芒果啊，芒果这个名称啊，安罗芒果林里面金色来取的啊，所以我们先就是处理这个。 佛在毗舍离，奇婆居摩罗药师，安罗远，记就是佛在毗舍离的芒果莲金色。好，因为时间到，我们先下课。